一杯大的水，情歌唱甲痛的口，无声心肝拢破，目屎无穿，唱倒地歌。一款运命，一句爱，一世拖磨无底换。一滴泪淋落涂骹，一寸雨黯淡孤单无。就是什么都无啊！我卡在你无代志，阿婆一世人，拢会以为我害你自尊感觉后悔。阿婆代志啊，你干嘛对我笑笑？你受伤了，不要紧啦，无真严重啊。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哦，我有看到迄个千面女郎是做啥物款，这应该对恁调查案件真有帮助，对无？你无欢喜哦？我真生气。想要走，你要回走，现在还要去抓伊。抓人是我的工课，不准你以后再做出这危险的代志啊！
这样吗？好啦，你还回家做危险的？是你啊？啊，为什么跟我比赛啊？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你叶志成敢去做我两摆。我是什么时阵敢去做你两摆？我操！哦，头一摆你记住，家己的 star 我袂好我。第二摆你竟然见面都唔肯。我爱跟你相亲，你著比出，你敢袂输给阿爸？因为你单方面拒绝见我，我当然安尼表示一个我的态度啊。我柯小萱敢这尼啊无忌惮了，凊彩就让人见，让人拒绝。那是因为讲我袂跟你相亲，让你感觉讲我叫我尊重，那呢，而且我跟你分析。啊，不过我必须先讲吼，我拒绝的不是你这个人，我拒绝的是我的感情婚姻，我不要是我替我做主。我你讲你听有无 ？OK。这个理由我接受，因为我可能也无甲你相亲。但你即马我给你一个机会来追求我，咱两个人的缘分，好咱家己决定。啊，不过无想要追求你呢。无可能是我条件无好。你即马敢是廖准讲你是话题人物，是一个英雄，你得另外配你袂起啊。哦，我的救人迄行为，讲对方输啊，我斗三工。我唔是爱受影响，好不好？啊，媒体要报道，我真感谢。毕竟啊，这個、社会需要真侪吼正面能量。啊，真正啦，但观念无同吼，无熟悉唔是讲歹代志啦。我看你还是找一个跟你较有缘吼。等下，我熟悉比你条件好的人真侪，也毋是阮爸啊，佮恁阿老夫人，伊讲咱两代人结亲情，我嘛无一定会主动来找你啊。你是凭啥物遮尔骄傲？我骄傲，骄傲的人是你好无？哦，真正真正，我甲自尊心哦，受过强的人真正是无话讲。是讲要开车，你要好好开啊，莫有别乱来哈。咱两个绝对会搁见面的。哇，这董事长真严重啊，恐怖啊！好了，较大方的啦，我真无简单，再给你安排这个相亲的机会。对方是郭大人查某囝柯小萱。安尼哦，那我先来走。你稍看麦。妈，这款自我感觉 very。几个查某囡仔，让我感觉 very bad。而且两人相亲又伫个网球场诶，明白应该又伫个较有气氛的所在。网球场是郭董约诶，啊，你若想要爱气氛，安尼后一撮你甲小萱家己约就好啊。我介意去，我可以自我了断较紧啊。你两个在讲啥？什么叫做自我了断？啊。郭董诶，阮后生是讲吼，伊足久无拍球，惊漏开啦。哦，袂啦，球定定拍哦，自然就拍了真好啦。啊，网球是阮小萱哦上喜欢的运动啦。啊，是讲吼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自然就话通讲啦。啊，是讲要做我的竞赛吼，毋是干那拍球就够。迄无一定哦，少强真优秀。你若开始识伊淡薄啊，凡事你就爱伊做你的囝婿。哦，少强，我是感觉吼，
拍球那是无输赢，啊，无刺激啊。安尼啦，我听讲你甲恁二兄志成感情真好呢。你若拍输，你来想办法咯，说服恁二兄亲身甲恁的新车是Star One哦，上一代来给我的查某囝小轩。我若拍输，我直接吼，甲恁订十台Star One的车送给我的员工，恁感觉安怎？你真好啊！哦，不，所以郭董，你的意思是讲，若准讲我输，我还叫阮二哥亲身驾车送给柯小轩，无唔对啊？我安怎？你唔敢接受挑战咯？我那呢，我会对你失望哦。怕当然嘛是爱怕，那友谊赛嘛哈。我跟发球。哦，好了，来。开！哎，少年嘞，开前进来啊，唔要放水啊。加讲哎，来啊。郭董，拜谢拜谢，今麦足关键的哦，我喝啉一下水，冷静冷静下。好啊。来，对不起。叫伊实力，我真袂赢，卖比啊，敢袂用诶？袂用诶。哦。你大兄未来的事业，还阁靠郭董的支持，还阁你啊，还袂看到小轩，还袂相亲，啊，是不是就要划结束？无啊，我当中一个送你宝贝。好你也敢变了不要紧，别再，我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哎，刘谦，你怎么上来啊？哎，大家发生啥代志啊？你有红色紧急状况，我是受有代志，我等下我就去赶起来。啥叫发生啥代志啊？哎，郭董。车厂出问题啦，是我，要出大代志啊！有一场关系着吼，咱叶家民族的比赛，已经跟我斗三工啦。哪种比赛？有麻烦嘞，因为要我甲小轩相亲吼，安排我甲郭董拍球，啊，郭董开出条件讲，只要咱若输啊，咱这边就见笑啊。啊，不过伤害的是你啦，因为咱若输啊吼，你爱亲身甲发飙的新车送去给郭董，你走囝柯小轩。你应该嘛无想要看到阿妈去到心脏病，行开吧。郭董啊，歹势，唔知我甲你拍安尼用个无？嘛唔是袂用个啦，只是讲我凭啥物爱答应你？嘛对嘞吼。啊，临时换人，安尼确实是无合理啊！啊，无安尼啦，啊，要算哦，咱就算较大，好吧？什么意思？我知影讲这场比赛啊，输赢真大，嘛知影讲郭董嘞，你最近个病宜买大，啊，无安尼啦，我个人加码，唔管这场比赛像输像赢，我管十台车有病宜，郭董你敢不敢做？有意思哦。好，试看麦。多谢你。
我的，哥，我的生意你有法度。麦刀，我当领导，你球拍了真好呢。啊，无啦，我真久啊，难不出来再拍垮啦。但不今仔日哦，算了足欢喜。嗯。安尼以后就要拍球啊。啊，阮少强是因为手受伤，啊，佫一久无拍球啊，唔知表现无好。 啊，若无伊到这层比赛，尚书、尚雅阁唔知呢。好啦，啊无先食饭，你放心，我会照片照行。唔免啦，国栋，你免照片照行啦。我相信讲国栋会甲少强讲这话，只是想要刺激伊的胆量尔。我嘛希望讲今日的比赛，莫去影响到咱两家的感情。啊，无呢，你们来我妈的餐厅食饭，总讲国栋愿意和我做面子，我也非常感谢你。 你真巧呢，我一定要好好熟悉恁三兄弟啊！就算讲恁无要做我的囝婿，我嘛会知影恁三兄弟啊内面多一个上有能力会当做恁大业集团的接班人。哦，小轩，落地务本，我先落去接。 今日是我安排少强相亲，你莫破坏我的局哦，妈。 二哥才拄甲恁斗三工尔，恁哪会讲这款话啦？不要紧啦，阿姨我嘛是想讲赶紧来找对象啦。阿姨，你放心啦，你阿妹我已经好好交代国栋的，我不要紧来当伴你。好啊啦。 迄落，慈英阿姨餐厅的每一项菜，拢做用心的，不管吼你是目睭放客客店，还是自头点到尾，拢袂有唔对。唔是排骨肉菜，就去做食饭。阮实在料理，到尾啊怎点菜配菜，拢是有美感的。一顿饭食落来，就爱亲像听一场音乐会同款，有起承转合，安尼唔就叫做美味的飨宴。 小轩的品味真好，不管是伊的气质，还是讲出来的话，拢甲别人无共款。有影啦，小轩啊，对生活的品质啊有要求，有时阵连我嘛爱配合伊啊。哦，啊，这话若是甲翻译过来，就是阿爸、姑妈、派母、派到顶。国栋，辛苦你啊！ 你是伫后白讲啥啦？啊，少强就较无心机，讲话较直接，莫见怪哦。小轩啊，真有个性，啊，不过嘛，得爱有个性的查甫人，要配得起哦。就是因为安尼，我唔才安排因两个人食饭。哎，彩蝶婆，你要咪水煮茶？哈。哎，志成，来，你过来坐下。 哦，爸，啊，你今仔日头一摆还没做伙拍球，才紧就变好朋友啊？破人交朋友是安尼，话讲两句啊，就知影成啊。那你比起叶少强，你认嘛认为志成跟我较适合对不？有影啦，我是较欣赏志成，不过今仔日是你的想法较重要。 我当然嘛是算志成啊，是讲爸，以后我这部民主文呢，你有爱甲教示一下，听我甲民主讨论。今仔日哦，我直接讲话，较歹势。志成啊，嗯，你阿妈原本是希望你甲小轩相亲，结果呢，你直接都拒绝，花钱无面子，而且嘛，我小轩真生气。 所以今仔日就看你安怎表现了。嗯，当然啦，啊，今日国栋也够小轩想参加的贵宾，只要我做会到的，我一定让你满意，让你欢喜。真好。那呢，这顿饭，那是要小轩吃了，满意，我就无跟你计较。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啦，经营感情啊。 这就叫做料理同款，必须要用心，要够勇敢，安尼唔叫做做出
予人会当感动得了你，甚至接了会回味无穷。啊，那小轩，我必须来坦白讲，我无可能对你用心，更加无可能对你用爱。所以我必须爱苛刻你，就是你应该去找一个属于你的厨师，好好专心的替你做料理，安尼你唔才有都追求到你人生真正幸福。我呀嘞，你这少年人知所进退，可真好讲话啊！不怪啊，不怪你阿妈会将你跟小轩两个杀作对。小轩啊，唐志成，我已经讲到这边了，你今麦怕什么样子？真简单啊，我不需要你来做我的厨师，因为你就是我的菜啊。我会当把无可能变成有可能。哦，原来你的阿爸是真实的，不是我的错觉呢。安怎？你想要怎个样？假使我的对手是志成，爸你一定袂反对吼。志成，小轩我已经讲到这边啊，我嘛坦白跟你讲了。我们真久唔爱这样形容一个人，安怎？敢有兴趣来做我的囝婿？我等下伫问你，有兴趣还是无兴趣？你唔着赶紧讲。你当我挂当你安尼话了话，我真系足欢喜嘛，感觉足运气的啦。啊，不过是，也是个挂当你讲一句。你拍谁去？你是惊对恁阿姨，还佮恁小弟少强两个拍谁去？阮阿姨哦，伊是一个真开明的人啦。啊，我佮少强，阮两兄弟啊，原本感情真好，我便感觉拍谁啊？啊，我会记着佮小轩伊相亲，迄是因为，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啊。哦，原来你已经有对象啊。那呢，咱就无得勉强啊，对吧？啊，有对象，那也袂较早讲，害恁阿妈无用半工。你女朋友叫什么名？你问这边啊。你连家己女朋友叫什么名拢唔知影，你定是咧讲白菜？你今晚是去创啥？爸，伊讲有女朋友通话记录哦，一定有女朋友的电话。我检查一下，才知影是不是甲咱骗。出来！我检查我的行李。出来！行，我你写错。哎呦，好笑嘞，真正破病啊！客户理事专线需要什么服务？宝贝儿，无啦，我今麦身躯冰，有许多滴肉麻的话较不方便讲，啊，不过今麦真正是需要，真需要你。叫我宝贝，你头家真正无啥清楚呢，发烧哦，人是伫倒位啊？喂，女朋友。我讲你这两个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都想着你，你随时来把阿扁掏进来，来。各位，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多好伊来找我，今晚你大家当相信啦吼。哇哦，是顶个迄个美女呢，阿哥，你真正是敢讲赞，速度。伊哦，两个人阁真速配嘛，真有个性，阁真敢讲话，三分钟就好。拜托，你要当作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暂时记住是外头兵，我三分钟就好。拜托，王雅慧。
你哪来这？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我怎么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代志？特别我看叶十芳，你都还帮我抢。今麦是咩情形啊？竟然有好戏通看。你别乱啦！无得着，你甲小萱还阁有机会呢。你甲伊个查甫人，我一概拢无甲你笑，是你家己甲人无缘分。过去的代志我当袂甲你计较，啊，不过这边我绝对袂甲志成让互你。你想好，我即马开始，莫阁来哥哥店啊。柯小萱，我真无闲，无时间甲你讲种无聊的代志。蛋姐，我话才袂讲出，怎会着去走啊？你是惊看到你过去的代志，听了会伤心吗？会惊就好。我看讲你哦，莫阁想袂开啊！就算你一时手痒，又阁安怎？甲你配袂起的人做伙哦，注定袂有好的结果。你不如趁即摆两早退出，先转我甲志成。较免时间哦，白白了时间，就还阁练目屎。做人哦，爱会记你驾驶，去同款的路，唔通阁行一摆。人讲头一摆是无说你，第二摆哦，就是真正戆啊！柯小萱，你用心计搞第一搞围起来，就是想要跟我讲一件代志，你该着支撑了对不？你唔免讲，我知影你就是，因为你唔甘愿表现，就跟较早同款一模一样。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话嘛，跟较早同款一模一样。但我两个早就在交往啊，所以我无跟你抢。唔是你条件好，就代表人袂当拒绝。拜托的，较有风度的，就算做袂到真心祝福，至少要离阮较远的啊！莫过来甲阮搅扰啊！你着莫阁叫人放肆，为着要让你去甲西条门哦，我一定好好守护阮的感情，让你无笑话通好看。等我甲志成结婚的时阵哦，我阁会请你来做阮的伴嫁，让你知影该我的物件你抢袂走。唔小心再等你看。没人，还是讲柯小萱，你早就是啥？阮两个人较早有过节，迄种过去的代志，莫阁问啊。我敢若无应该甲你救出来吼。没啊，你替我解围，我真感谢你啊，多谢你啊，女朋友。原本我是无想要阁讲白菜，啊，不过柯小萱说好，足生气的，最后害我带来失去理智，甲你做伙连笑互伊点点。啊，不过看起来应该无遐简单就放弃的，所以拍算要安怎？啊，写到安怎？你搁继续过来？啊无嘞，啊你唔通袂记啊？你才拄啊柯小萱呛声尔，啊过两工你就讲，我们分手了，你又真正叫我笑一下较有话。有影呢，好啦，想叫我家己开这头的。有义气。伊万一当光阴放弃你，我实在无想要搁讲白菜啊。对啊，啊你来餐厅是爱食饭的哦。哎呦，遐摆袂记的。阮大姐叫我来餐厅定位，因为伤过临时啊，一定要清醒过来拜托头家娘才会用恁啊。头家娘无伫个啦，啊你看你要订几点，几个人，有啥要食，有啥不爱食，你直接甲我讲。听起来你敢真熟悉这间餐厅呢？那就麻烦你啊，明仔暗时六点半七个人上好包厢。包厢绝对有。谁可以？那就麻烦，包厢再见。大姐，我送你啦。阿辉，你今麦有女朋友啊？明天来陪小姐。是啊。喂，大姐，餐厅一个电话。这个餐厅是不是真有名？我大姐听讲我有订到位，外欢喜的呢。吃了后，你会更加欢喜，保证我的帮你。辛苦恁，敢真正无海水的味啊？妈呀，我一直闻到啊！应该是有去食着海水才安尼。
啊，对啦，阿伯阿母若是问你，你会记得甲因讲，我是带你去海边啊散步，安尼因就袂阁问啊。今仔日代志，莫讲出去哦。我无想要让阮爸妈烦恼。侦查不公开。你嘛知影侦查不公开啊？亚婷，我要拜托你，要接到电话，莫凊彩你就走出去啊！今日状况偌危险，你嘛有看到啊？你若是发生什么代志，你爱我是不要怎才好？我嘛想要甲你斗三工啊！自从你做检察官了。你办的案件，不是跟黑道有关系，都是跟经济犯罪有关，就是为着要抓那个陷害恁爸妈的背后主使者。是啦，害我家庭破碎，我当然要想办法抓到伊。这嘛是我做检察官的原因。虽然不管案件更加困难、更危险，我嘛想办法坚持落去。目标当然嘛真好。啊，不过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对啊，阮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啊，40周年哦，你敢袂用来跟阮同齐庆祝？敢是这摆啦？我讲的你搁会记得哦？会记得是会记得，啊，不过你讲我刚刚会出人门，我都白假。安尼哦，那安尼不要紧啦，我嘛想说问一下尔，你有时间再来就好。阿弟，我答应你，我尽量挂过去，不要大家失望的，好不好？嗯。好啦，时间无早，咱赶紧回去，别让恁爸妈烦恼。伊个旧手机啊，啊三姐陪妈去用头鬃，阿你顾念，等下我手机就着，就摕互你哈，啊，这发夹感觉贵重的，我妈那特别，佮用阿妈戴起来，真宝贝哦。切到啦，对啦，雅慧，手机嘞？噔噔噔噔！哇，足水的呢！咱长江去台北买亚克力手机，摕去改造真个传球。哇，安尼有价值啦！看到这个传球手机，我拢想要嫁互爸。哎呀，好你忙垃圾去啊啦！阿妈嘞，妈，你真正足水呢。
定定去洗澡，真干净水水啊，袂歹吼。妈，我来讲，已经做头针的吼，有够高级、够好个啦。亚芳介绍的，连刚我找你来去。亚妹啊，你今日找啥物啊？无啦，拄只十块六银找着啊。哎妈，你头毛真足水个呢。我们感觉吼，我安尼有够水个啦。等下爸看到哦，一定拼死命甲你学落个。哎，我是唔敢想哦。阿公就恁爸，人嘞啊。哼，臭！哈，啥个叫？你头毛实在有够水，可我想想想到咱少年拄领熟识的时阵，迄少年的时阵吼，对我真正有够好诶，吼，啊，今嘛吼，拢无啊啦。我倒去啊！我来注意啊！爸，你看啦，你老是安尼，煮一碗伊啊，就是要跟人和好啦。煮一点菜。杨伟啊，出去问什么啊？啊？无啦，我是看讲哦，咱今日伊啊，我做得特别圆啦。我过来了。杨伟。我来看伊阿浮起来，来，食一个鱼啊，一只个腰。人啊，煮一碗鱼也就想要回去了，吼！你先吃，等下你就知影我的心意对啊！妈，干嘛把手机吞落去啊？妈，把手机吞落去，以后应该没有想要挂吧？哦，有哥我讲，啊，哦，哦，哥。少年时吼是有较放荡啦，啊，就咱结婚以后，我著甲咱厝内底吼当作是女侠同款，啊，回来就要食，啊，就对我咧哭，但等来钱嘛是藏下，啊，就对我出去。你一个走人，啊，请往这个店，怪照顾这个家庭。俺家囡仔嘛是你咧照顾的，啊，我妈妈嘛是你咧教我友好的，你真正是足辛苦的。啊，等咱家囡仔即马拢大汉啦，啊，你总算讲
等着我回来要付这个家啊！啊，即马结果伤心过的嘛是你，啊，厝内底大大细细，哪够我再来？嘛着拢唔忙讲，嘛是唔忙讲你会当体谅我，你真正是阮上大的瓦壳。以前哦，我无好啊疼惜你啦，起码连咱结婚的纪念日，我煞咧放袂记哩。我真正对你真歹势，我而且吼，啊，诚心诚意，甲你还一个实礼，吼。啊，我嘛着甲你讲，水某诶，多谢你。妈，我弄安排好势啊！爸，等下带你去翕婚纱，然后去翕全家福，所以来过来去吃饭。若无这个查某囝吼，我真正爱等后死。哈哈哈！我安尼讲诶，哎，是阿妈干嘛问你诶？哦，不能看起来可可有道理。大家好，我叫叶志成啊，我是来请雅慧，雅慧有失鼻症，来我家庭。哦，少年的，一时间多谢你呢。啊，阿妈，你莫客气啦，啊，看到你安尼平安无代志，我就放心啊。你好，你好，我是雅慧的爸爸啦。啊，我讲一个较实在话，阮雅慧哦，伫厝内底啊，真久无查某囡仔来找伊呢。啊，你就是叫我妈妈啊，甲雅慧识识迄个志成哦。嗯，是。啊，就是讲即摆有识识啊嘛吼，安尼就算是有缘，就有缘呢，吼。啊，你雅慧，爸妈安尼讲哦，就是想要知影伊个叶先生是不是会当甲咱做伙食饭？来，诸位来讲吃饭，啊，大家看老嘞，好，诸位吃饭哦，哎，当阿爸有闲啊，哎，伊唔是咧问你有闲无？今日是阮爸妈结婚四十周年的日子，伊拢想讲我传男朋友回来，伊是想要知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啊，你还袂甲因讲，我就是哦。我讲讲着，你是要倒一出来啊？谁爱替我刀工白菜啊？你俩做我愿意的，啊！你想看卖，今日是恁爸甲恁妈因的好人呢，因才期待讲你会当带男朋友回来。你若讲唔是，因就规听我心肝拢冷气气。有影呢。哎呦，那你都公公出来了，我还不想讲出来餐厅给你一个惊喜啦。无啦，我头拄仔吼，恁门口我有看到咧求婚哦，气氛当闹热咧，当然吼阿伯吼甲阿姆继续欢喜落去才对啦。雅慧啊，你是唔通为着要爸爸妈妈欢喜，安尼凊彩编一个故事来甲阮骗的？阿公志成就是你的男朋友？没啦，雅慧哪有可能骗你？啊，是讲哦，恁两个才拄识识无几工啊，安尼就做伙，安尼敢袂伤紧哈？妈，咱应该替雅慧欢喜才对。是啊，妈，安尼你甲爸就免阁烦恼啊。王雅慧，你要不要放弃志成，最起码甲我选查甫人就对啊。你是啥？我是来提醒王雅慧，彼此的感情袂久长。恁是厝内底的人，应该无想要看到搁去人放屎啦吼。啊，这位小姐，我看你生得水水的，哪讲话这么恶毒啊？就是讲，我是唔知影讲，阮雅慧都会甲你得失着。啊，不过你安尼纠缠别人，就是唔对的啦。拜托，这是阮家呢，请你离开。你莫想要欺负阮家的。王雅慧。
过去你用心计较，要交一个好的对象，最后什么拢抓袂着，你感觉阁无体会？志成，你若是要找查某囡仔谈恋爱，我会当陪你。不过王雅慧伊敢是无共世界的人，你唔通替你家己找麻烦的。呀，等我一个所在讲，我会让你知影王雅慧是一个甚么款的人。魏小泉，雅慧甚么款的查某囡仔，我家己知影。我无想要讲歹听话，我是咧替你老弟做。敢讲一定要骂人，你才肯死心。我是好心提醒你，希望你哦莫浪费时间伫个身躯顶。雅慧，伊达到啊，真心搞。雅慧是一个真趣味的查某囡仔，伊的个性真单纯，想得啥就讲啥，而且伊阁真有正义感，交过伊所熟识查某囡仔完全无共款。上重要的是，我伫病院看到伊第一面，伊就我真亲真亲的英雄。什么英雄？我看到你会救我。赶快联络急救小组，马上替你急救。你这么要紧别人的安危，我真看到足感动的，所以一定有法度了解为啥我要救人的心情。我两个是同一个世界，啊，这么多我救的是阿妈，这就叫做缘分。我真不信的，你讲这话我都说服我。歹势，我无需要说服你，我这话是讲我雅慧听。雅慧。我相信你一定感觉讲，有啥对你的感情来啊这么紧？现在听我咧讲，你会当放心吗？放心吗？放心吗？会放心，来你的未来由我来做主。王雅慧，我对你的耐心就到这呢，你若真正要跟我打，我袂跟你客气。你爷爸讲，我爸绝对会去亲家，你要信？嗯，我相信你有这机会，啊，不过是拢认识我。啊，不过阮爸啊，佮恁的阿妈，无一定安尼想啊。歹势，我无可能予你有机会，予我阿妈认为讲我是一个对感情无负责任的人。魏小泉，你为着要躲开，为了一个无爱你的查甫人。你安尼牺牲你家己的感情，安尼敢有价值？我真正无希望讲你为着要躲开，安尼糟蹋你家己。你一定因为你的决定后悔。袂歹袂歹，你这个男朋友哦，头一摆到见面，我对伊印象我阁拍一百分。哎，咱雅慧哦，以后就有咱这支撑。但我保护伊啊！啊，好好好，想卖讲啊，咱差不多要来去照相馆呢。等下哦，啊，不是讲要食饭去照相馆的吗？对啦，我们翕一个婚纱照，还佫全家福啦，翕煞才去食饭，所以哦，咱做伙来去食饭。好，做伙。我爱去哦。足奇怪咯，真怪，无啦，足水诶，真正足水啊！以后吼，若拄着大日子，我著定定带你去外面上。咱可能比别人翕得搁较晏，也毋过呢，以后若好日子，咱就翕比别人搁较侪，安尼嘛未吃亏啊！哈！啊，表妈，你诶拖内底有一个红色发夹，看起来就像一朵花诶，迄个伊就宝贝吼。老婆，那会甲结婚手指同款，佮特别用一盒包，得较好好诶。有啦，迄足久以前诶物件啦，你甲收好，莫去甲叮当着。哇！真正速配就对。
哦，看到你两个情感呢，我就想到我跟你妈妈少年的时阵。哦。拍摄啊，各位，阿伯，啊，今日咯，恁翕全家福，我跟恁做伙翕完，恁敢不适合吧？啊，我夜会，阮两个拄交往尔，未来安怎哦，啥拢唔知。我是今日到后街，恁看我相片，恁会感觉眼油。没啦没啦，志成，你莫想遐济啦。讲起你是阮妈妈的救命恩人，好吧？今仔无你吼，阮这全家福可能减一个。阿姨啊吼，你也较夜会吼，要发展安怎，还另外一回事啦。今仔我邀请你来翕相吼，是代表阮王家对你的感谢。安听起有较自在啦吼。那我比较自在啦。刚做翕一张嘛，对啦，刚做翕哦。好啦，我来请摄影师吼，该包装的包装啦，快点啊。要替大姐啊，订餐厅就是要替恁爸跟恁妈庆祝。是啊，先生。啊，我讲哦，人真正袂用讲白菜，讲白菜害着家己。其实这间餐厅有想骂开啊。那恁是要安怎？你讲我来这食饭，敢害你去误会？应该是袂啦，我嘛陪阿妈去拜拜，无只紧就转来，恁等下食啊。稍等下吧，哥。够了，梦莹啦！你刚刚介绍你是谁？嗯。你听清楚，叶志成这卖底下查是向破坏新车发表会，你该注意，唔通让伊查到什么物件。来。好这四个查某囝，就是雅慧上互我烦恼，因为雅慧这个查某囝仔哦，永远顾别人比顾家己顾较济，对无？永远拢安尼笑笑啊，互别人看，啊，艰苦的代志拢藏伫个心肝内，对感情嘛是安尼。所以我会记，以前有一个算命先生讲，啊，雅慧这个查某囝仔哦。要结婚困难啊！结果，伊要结婚就结不成，我想到都做唔到。哎呦，啊，过去就过去啊，莫阁提起啊啦，讲遐无路用啦，人个少年哦，少年的把式。你若要跟我安尼讲，不如祝福因啦，啊，莫当目屎来目屎滴啦，啊。好啦，妈。知啦。好好好，莫去倒啊啦，哎呦，好啊啦。嘿，无酒安尼。无酒，我来灌啦，好。海生啊，来。来，夏志成。妈，阿妈，妈，你不是陪阿妈去拜拜，那就紧就倒来。我听经理讲，你带女朋友来吃饭哦。听讲时段嘛有来啦，我才跟你妈妈过来拍一个招呼。你搁下车从啥？紧带我入去，介绍大家互认识啊。哦，啊，这。经理，祝你身体健康。大家好。各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阿妈，这位是我妈。嘛是这间店的头家娘。哦，安尼就是
亲家妈甲亲妈，你好，你好。拍死！我是雅慧爸爸跟妈妈啦。是，来，大家请坐啊。好，坐。哎，我这个位。阿妈，你好，我是雅慧。你就是雅慧哦，是了做水的呢。啊，你是做啥？护理师。护理师，我这个工作真辛苦，不简单哦。啊，愿意吃苦的查某囡仔，无好找啊啦。只是你要认真跟人交往哦。有啦。哎，志成啊，啊，你阿公无甲我讲，你妈妈是这间餐厅头家娘啊？伊可能是惊讲我两边时段伤早见面，也会较歹势啦。我这足巧的，所以用手较济。哎，有影就对呢。我拄才招伊吼翕只全家福，因为我想到伤济，啊，亲妈的囡仔吼比爸母管老高办了。有影。干妹，这是是干妹哦，小宝，嘿，你是小宝啊，小宝，我干妹，我先生你无见面啦，我看到你了，阿妈，阿妈，你老朋友啊，哎呦，那是老朋友，可是好姊妹要伴了。我大概介绍哦，我少年的时阵哦，你工厂车布边的时，两个坐做伙，大家嘛讲我两个穿工一来不拉几下，对无？对啊。哎呀，真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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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哇！这，来，小姐来，这我给你介绍哦，你我后生啦，哦，啊，这我媳妇啦，哦，啊，这是我。大查某孙啦，哦，是第四个啦，再来，第三个。咱家庭见面，千万别讲，你是咱真正的交往呢。帮教授啊，就看别人做啦，咱们要讨论啦。明天一直看时间，车代又来啊。伊哪个不爱来？咱都吃饱要来转啊。没啦，志成因家人才拄来尔，伊搁讲者。志成阿妈，来头家娘啊！啊，今仔日吼，拄好是我甲丽华结婚四十周年啦，啊，拄来遮庆祝，煞大家实在算讲是一个缘分啦吼。啊，以后咱两家吼就较常联络咧。老英哦，来我伊遐店，我请你食伊啊。一定啦，我若有闲吼，一定会去恁伊遐店食。欢迎，一定爱来哦。好。啊，不然今仔日算讲阿丽，咱来等。好了我要下班，我先放下来。啊？最近有人在招收珠宝，甚至发生乌吃乌的代志，闹出人命。即马顶边唔知爱阮找着人，到爱阮找着，即批查货销去倒位。所以你意思是讲，你是来遮办啦？阮遮有人买查货安尼哦？哎呀，我呢？对。有真侪人买着违法物件，虽然家己拢唔知影。阿姆，你手指顶边个钻石，你敢知影是倒位来的？我钻石，阿德，不，等，你意思是讲我即卡是查哪货？嗯，无唔对。即卡。陈，这钻石是我叫的，我妈想拢唔知影，哪有需要我当带伊回去？小姐是刷我的信用卡，我应该爱有几零，我去。啊，迄间店是我介绍的，我嘛应该跟你走一抓。小姐是我陪二姐去客，我袂用无去。
妈，你把手机给我，先把爸回去休息。嗯，啊，你四个跟伊去，我跟你妈妈等下要睏的哦，要去哦，全家我做伙来去啦。做伙来。你阿妈先等伊睏啦。恁大家先听我讲，珠宝店的头家已经有承认啊，伊袂是炒货，而且店是阿婷介绍的，所以需要高登去调查。喂喂，哎，陈恩啊，亚婷的个性你是唔知影哟。伊要过一条路，关心全靠陈阳顶阿婆。啊，这种烦烦的代志，敢做会出来？是不是你误会啊？啊，我嘛是感觉无可能。啊，不过这是大案件，但是无得证明亚婷的清白。亚婷，伊恐惊红旗啊，我先甲您讲一声。艾姐，啊，这件代志敢有阮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亚婷是我的女朋友，我比任何人搁较无愿意看到伊互冤枉。我今仔日会甲阿伯阿母来拍一下招呼，就代表我有我的未来。你敢一定爱安尼哟啦？啊，你不知影今仔日是阮全家伙做伙欢喜的日子，啊，你本来一定爱选这个。啊，不是嘞，啊，不过这件代志真正袂当拖。哎呦妈，我自细汉到大汉，敢有让你甲爸烦恼过？啊，陈恩伊有检察官的指示嘛，而且我相信法律一定会保护好人，所以咱唔免惊。无得靠我去一下就回来啊，搁我下午陪阿妈念经做暗课嘞，哈。三姐妹就夹到家己的手里抓，搁叫人卖惊。亚婷，我心情跟你同款，真紧张，真不安。啊，不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行，干妹，照规矩啊，就出口。我来。早就想要把你抱在我身躯边不放啊！你敢愿意嫁给我？哎呀，哪有人像你安尼求婚？来宾请掌声鼓励。三姐大意啊！我就想要有一个做警察官三姐夫，帅爆了耶！你吼。求婚就求婚嘛，啥都别甲大家炫耀啦。大家拢食饱，我才来求婚，这气氛一定是唔对的啊。
抓好公平爱一起嘛下班呐、啊。我得拜托因家我做回来，把气氛吵起来。你拄只是不是足紧张诶？当然嘛，足紧张。啊，不过即摆我紧张啊，我就惊你生气，我爱嫁互我。你应该不要那样。我不爱嫁。你看，你看，三姐生气了。雅婷。雅婷。是啊，你跟答应伊啊，恁两个哦，赶紧去结婚生囝。以后伊心内有挂念，出任务时阵特别爱冲冲冲，唔惊死啊！好，是啊，你当放心啦，以后我会替你家己定调的。多谢恁的好意，想要伊袂乌白来啦。啥伊袂乌白来，俺们紧答应。你是唔通想讲哦，但也会性格，伊家是成绩都是差无外久尔嘞，答应啦。阿雅婷，上班上几工，你是要安尼跪偌久啊？你看啦，大家拢替你讲话，我敢明言不爱答应。你这种求婚哦，根本就是恐吓。啊，不过甲别人的无同款，真是下检察官的太太。那呢，我得甲你扣起来啊。向雅婷求婚，我嘛希望讲，因的手就用安尼牵的，永远卖放开。哦，用安尼哪行哪顺，比咱更加幸福。那今仔陈恩小靠下面，那无去找，啊，害咱雅婷安尼目屎流目屎滴。我相信啊，伊以后一定会比咱更加幸福的。是讲哦，当初陈恩是因为要约迄个千面女郎，才去考检察官的。啊，我这是过去啊，迄人也无抓到啊。啊，是不是要等到这个千面女郎去用铐起来，啊，陈安迄个心才袂吊在遐呢，害来害去。啊，无伊哪有心情报价的？你讲的有影就对啊。但是千面女郎害我一个，陈安爸爸妈妈就是因为这件代志，才去用抓去关的呢。啊，一个家庭煞不管吹寡寡。啊，陈安今晚要跟雅婷。新家啊，都要培养伊的责任感。不管这人抓会到抓袂到嘛，以后都要以家庭为重。我相信伊应该嘛知影才对啦。哎，雅婷答应求婚啊呢？啊是讲哦，你要嫁查某囝嘛是爱甲亲家讲亲情的，对无？啊，今嘛的都成到外婆拢还搁伫遐内底，咱是要去倒位找人讲亲情？啊，陈英爸爸妈妈就是要保护伊，才无想要甲伊见面啊！啊，之前咱雅婷有去甲伊面会啦，啊，即嘛雅婷要去面会，伊嘛无甲伊相见啊！我嘛真正毋知要安怎。无去找一个机会，甲陈英阁讲一下。好啦，我再找一个机会讲看卖啊咧。嘿，啊你平时拢袂忝的哦？淡薄仔忝啊，啊，不过安尼哪行哪找方，感觉嘛袂歹。啊，想要坐车吼？不是啦，我是想讲要甲你找一个代驾的啦。哎呦，咱即摆是坐这十一路公车嘞，无论是要去倒位坐代驾。我就是你的代驾。来啦，我甲你来。你即摆敢还阁有法度？起来，来来，无饲咩啦，知影？来，拼看卖。哎呦，一日，哎呦，一日，干嘛呢？干嘛真慢呢？安娜，我还是足重的哦。
你偌重哦，我拢爱甲你按起来啦。因为你为咱这个家吼担太侪咧，所以甲你按是不是？安尼你偷偷仔行，啊，我先休困一下哦。啊，你到厝甲我叫嘿。哎，十几公里呢，你较无想要落来行行来福建一下？不管，我你一个人福建好。你真正有影咩咧？我也发抖咧啦，即摆跳舞阁发抖咧。今仔日阮爸替阮妈挂手指，你爸替我挂手指，我真正真欢喜的。哎，阿兰安尼是交阮偌久啊？今年三个月又过三天。哦，已经这么久啊？是啊，啊，不过我的工作，爱常常安尼四界走来走去，常常互你找无人，我都陪你。我一个人躲在眠床，我会想，我是不是耽误你啊？哎呦，你莫安尼乌白想，就是因为乌白想，唔才会跟你求婚。既然已经耽误啊，安尼倒不如就继续耽误落去，炒菜较贵气。今仔日真正是好日子呢，而且嘛是第一次带男朋友来跟阮食饭哦。哇，我看到雅慧交男朋友啊，我嘛就替伊欢喜个。咱等下啊，卖坐伊的车，我请同事甲咱载。好啊，那安尼我去甲二姐讲一下。车门看路了哈！先生，你卡明明就好好的，你想，你想怎？这不讲人，不讲人，夸张啊！你管他做梦呀啦！啊，我干嘛呢？哦，阿伯讲了嘛，无唔对啊，伊嘛有伊的无奈，你搁追究啊？是讲阿伯，你用这种方式，你坐车敢袂受点危险？啊，恁厝内人呢？敢无其他事情，我都照顾。阮厝人唔知啦。囡仔，我这算失败哦，这也唔什么大啊。你带我走房间。麻烦你对我去警察局一抓。哎呦，我联络恁厝内的人，带你等。这哎呦，你莫去联络啦，你是你。大人大量哦，啊，我转出少年纪啊，你。啊，你这个状况，恁厝内的囡仔拢唔知吗？敢讲伊拢无责任？我来管保证哦，并袂安尼啦，好不？强诶，我先带伊去警察局，啊，你先保养，好。这位阿伯嘛真可怜啊，陈恩，当有需要呢？亚天，你安尼问陈恩哦，也真为难，你阿人嘛无唔对啊，啊，唔过请稍等一下。阿伯，来啦，钱摕咧，以后唔通做安尼啊。金九啊！我带你看看啊！
潘姐，潘姐，我的家人不是你还弄掉啊？你家人人都无咧看路啦！好啦，我去做个样。哎呦，就痛的啦！哎呦，时间已经真晚，你先生又去等起啊？哎呀，先开话，潘姐，有商量到位，到位在听我。拜克谢你的啦！是啊。你确定你要跟他讲起啊？我确定，我才是执法人员，你先回去。哦，哎呀，是的，我这不是故意的，拍死。好啦好啦，感谢你的啦。丁爷，丁爷，没必要啦。哎，你出来了！哎呦，爸妈，你哪在家？是对上的啦，啊！我无要跟你联络，然后对走走啦。恁老爸吼，就迄支嘴上个人玩啦，你莫听又白讲。爸妈，恁提早暑假，先煞无爱花钱呀。啊，阮假释出来吼，已经有一段时间啊啦，无跟你相找吼，是想讲。你咧无用，就算讲无想要花烦恼，慢慢安尼啊。那安尼恁所来的生活有啥怕啥？我咧免你烦恼，那恁爸弟哦，袂要枵死啦。你问我这红虾，你若真正有才调，拄着袂再好人聊，怪嘛唔好你。啊，人都当时啊运气较歹一点，无是安怎？卖啥物代志拢怪好运气？你现在就是无爱正正当当找一个头路啊！你继续传嘛过种诈骗的生活。那是讲抓到是要安怎？啊！来甲你讲运气较歹一点，你想啊，当作恁爸拢规世人个遮衰是无？啊！你讲想要当运气先，结果这个家，互你害了不够凄惨嘛？哎呦！哦，你才敢那样搞呢啊！啊！你假是恁老爸哦哈？好难，唔系安尼啦。无你个代志啦。你唔知恁阿恁后生个心态，伊惊咱两个哦，去甲拖累着。好，我甲你讲。从今以后吼，有熟识，无熟识，任何人来甲我问讲吼，你是不是阮家十几个孝林的啦？吼，莫去耽误你的前途，莫去下你的面子啦。咱从今以后吼，田无狗，水无流，我林吼，我管你也管袂叮当，你也莫甲我管啦。哦，哎呦，你到底是讲啥？你讲到底什么人啊？我若真正安尼想，我个个会听你只。你徛在这里，砖头庙，恁别歹看，我知不知？拍看嘛，是伊家己做出来的啦。好，你讲出来未？啊，你讲，你讲，你想怎啦？咱后生是为着咱在想呢。我看你今嘛吼，你是见笑当生气。我咧见笑当生气，我这个面都见笑当生气。你无看今嘛你安怎对待啊？你才干啥看安怎对待老爸？行。哎呀，莫安尼啦！啊，特别甲恁后生讲无两句话，外头就要做恁走。恁有话袂用啊？好好讲吗？我无好好甲伊讲是无啦？那车头啊，管了讲伊讲的呀。哦，你这个人就是安尼啦，啊，就无迄个心，就敢那插这个嘴啦。你头拄仔讲的啥物话，敢会听进？啊，你明明前两天啊吼，就搁咧烦恼恁后生呢。吼，啊，今嘛看到人啦，哦，讲啥物田无狗，水无流，袂输敢两个人是冤仇人呢。你莫听恁老母在要人讲哦，我咧讲哦，我是无可能在担心的哦。爸。我家有一块钱，恁是免费用。啊，钱免你家己留去就好啦。我是要红包。我跟你讲，免你是你个，我是红包，家手别走啦，你是哎，这是啥？这是你要求婚的哟？啊，这，啊，你手指嘞？
手指拍无去啊！哎，手指的个案倒去啦！请一个，请看麦咧，手指啊！妈，妈，你免紧张啦，手指无碰去啦。无啦，无伫内底啦，可能是割出来啊。妈，手指啊，天已经割起来。你应该救我啦！哎呀！哎，啊，又讲好无？废话，啊，若无讲好，手指哪会挂喺手的？你这个人啊，啊，你唔是讲你拢无咧关心你的后生？我看你是不哩咧关心我。我关心的是人查某囝，那这个腿还要插？讲起来吼，亚婷这个查囡仔吼，实在真好。这段时间哦，拢是去搞阮面花，啊买物件给阮照顾阮。你还好对待人哦。我一定的。拄只阿婷看到爸，也是感觉最意外。哎，阮知影讲会当食死了，阮就拒绝伊的面花，就是无爱让伊知影，惊恁会烦恼。叫我出来了后，恁会麻烦啦。妈，以后亚婷嫁给我，咱就是一家人啊。恁若是无想要让伊烦恼，就莫去跟爸做遐个代志。爸，我即摆有工课，有能力啊。幼好人是应该，以后咱会当大做伙。就当一家团圆啊！妈妈知影你真友好啦，啊，不过吼，较早我甲恁老爸吼，去予人利用陷害，有身躯歹的债务吼，是无底的深坑，所以阮就爱离你远远远，才袂去害着你啦。妈，你莫安尼想。这代志拢有当解决嘞，代志无你想的遐简单啦。你即马是检察官呢，阿伯吼，你会有你家己的家，啊，阮的代志，若去拖累着你，你即马所拍拼的一切拢会无，安尼毋是干那害着你，嘛会害着你的某仔囝，你着准讲无替你家己想。你嘛都要替亚婷设想啊！阿哥，我来讲啦，恁若要让我做这老爸吼，敢我来饲你这囝有价值？这检察官哦，莫在我面头前野不容为啦，把你的本事提出来，把你害恁阿母到我去定关一两家的出，恁阿母我照顾，你家己好好照顾你家己。家团圆哦，不是跟他嘴讲讲的，要有担当。来，来，小等下啦。我会好好照顾家己啦，吼！你别烦恼，你别烦恼啦！你唔通来找我咯，你别来找我呢，啊！你要好好照顾家己哦，吼！多谢你送我回来，较早回去休困。雅慧，等一下。你是安怎？
我替陈恩抓到歹人，心情不好。还是有什么为难的代志讲不出嘴，你有心说？无啦，想要问你啊。总共台大遐阿伯是你厝内人，那呢你安怎？是安怎安尼问啊？就看你这么有同情心，我真好奇啊。总共那是，那呢你敢会怪伊，也是会气人伊啊？当然嘛呗。一定是有苦衷才会骗人的，啊！不过骗人就是唔对啊，我会想办法苦劝伊，甲伊斗相共。啊，若无万一真正叫我掠去警察局，唔然伊家己无面子，因大人知影嘛一定足艰苦的。嗯，安尼我了解啊。是讲后界若是有机会，你阁见到遐阿伯，爱记得甲你他讲的话讲来听。为什么？就希望后界莫阁骗人啊！他都阿伯后界杀大力着，你若是阁见到伊，一定讲做歹势。所以你讲道理给伊听哦，一定听会落。啊，不过若是话我甲伊讲，伊认为讲是我咧吼替你出气，一点都袂听。对呢，你阁真关心迄个阿伯，哎，我可能会直接讲就好啊，阁生个遮大人着。嗯，就当作我头壳无清楚啦。啊对哦，他都阿伯甲杀大来，你人安怎，敢受伤？我若叫你弄这样，是免咱照顾病人。啊，不过多谢你，吼，关心的感觉阁袂歹。嗯，好，该我一定来关心你啦。是讲你免甲我说着啥，唔通袂记即马我是你的男朋友。佮有心情讲酸笑吼，你想讲爸母拢见面啊，刷落来拍算要安怎？嗯，我嘛唔知呢，看书办书啦。啊，是讲我大叔大姨叫做是你的男朋友，你连感觉我来添麻烦啦。我真多谢你，想袂到我妈遮尔烦恼我的感情。虽然讲白菜骗人是唔对的，啊，不过会当让我妈这么欢喜，我敢那嘛做到一件代志。所以咱就继续演落去。今日卖马上分开，你阁需要我替你应付柯小轩啊？哦，好啊，啊，不然咱来讲定啊。我负责恁厝内人安心。我负责做你甲柯小轩的绝缘体。哎，这个秘密绝对袂当让第三人知影哦。嗯。哎，对对对，我雄雄去想到。迄当阵伫个营业店，你当柯小娟的面甲我讲甲遮尼好，到底是真啊假？当然是真实的啊！这就是哦，我甲你相处真正的感觉。有，你看伊那足欢喜的呢哦！我好咯，当然嘛欢喜。你无讲，我拢袂记家己有遮尼侪优点。啊，我甲你讲，人啊，就是要经过真侪磨练，唔晓得变做今日安尼。所以不管怎样，另外一件，你永远是最棒的。嗯，讲了好，你安尼讲我要信。哎，咱两个那真速配呢。哎，还是讲感觉我大来，甲你学落来，你才肯甲我手放骨啊。哦，歹势。多谢唔免讲，歹势袂当讲，唔通袂记咱即摆是男女朋友呢。啊，我讲你咧袂当咧，只你不细心着，我看咱来定定认识，啊若无早晚你要向我看破卡去。是咩认识吧？是安怎啊？即摆呢，就咧练习。算讲你看我的目睭，看我的面，袂感觉无自在，安尼代表咱成功啊。哦，我知。哟，你拍谁的面人啊呢？无啦，吹着风感冒，我先当去休困，你嘛紧转去。哦，是讲明仔哦，阿妈会去病院哦，看健康检查的报告。万不利搁拄着我，是唔通面搁红啦。再见。那再见。雅慧，啊，你下班了要去倒位啊？等你睡下困啊。跟免陪恁男朋友。谁跟你讲我有男朋友呀？啊！我被小雅回来的时阵，看到帅哥送你回来，笑到我安尼啊欢喜嘞！雅慧，你终于突破阴影了，我真正足替你欢喜嘞！啊，是讲恁是顶届见面就开始交往的，是先主动还是你先的？有闲啊，明晚帮去补补的，我先去巡视的。上班卖八卦。哦，啊，讲起来嘛是我介绍恁熟识的呢，分享一下会怎样？
你唔讲，那安尼恁男朋友提来物件，我就买互你。伊啥物件来？噔噔噔噔！有钱人就是大方，这个牌子足贵的呢。雅慧，你等下好好把嫁入豪门的机会。这不是伊送，伊无可能送我这么贵重的物件。哈，伊才诞生哦。别找到机会就一直问啦，物件哪会伫咧你这？啊，就拄只快递送来的时阵，你无伫哩，我就替你签收啊。物件交去正风室啊。哎，等下啦，我先看卖一下啦。哎，你是创？哎，唔通啊？哇，足水的。这是我上喜欢的牌子，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看起来是还价送的哦。哎，星星，前几天啊，何用 CPR 研究回来，迄查囡仔住几号房啊？伊转移啊，物件是送的哦。我无得确定，啊，不过伊讲救命之恩，那应该就是伊。慢过来。哦，那你是要安怎？你问我问谁啊？找四重人口也不是咱的专业啊。把物件交去正风室好啊，较袂去用误会，咱后边想。哎，等下啦，啊你不是甲一个病人约好要送伊出医，时间你要到嘞？包包我来送，啊你去送病人。你爱赶紧处理哦，若是去用误会，不甲无头路，我就看你月底要寄钱回去。嗯。队长，破坏发表会偷摕硬碟的人，敢有抓到？哦，不要紧啦，我念头消息，再麻烦你随时通知我啊。多谢。阿妈，阿娘要看报告啊，呢，会紧张无？我拢几岁啊，搁惊医生搞吓惊哦。阿雅慧人诶，你不甲伊讲，咱要来哦？无咧，阿雅慧平常时哦，上班出无闲诶，咱卖甲调查。你才交往无偌久尔，就甲伊厝内人做伙食饭。嘛真有心啦，护理所的工课做会调，就代表伊真善良，嘛肯食苦。以后有囡仔吼，嘛一定是一个好妈妈。家己刚见过一届面尔，就知人是贤妻良母啊。我看了知影。嗯。回家要乖乖听话，知道吗？不可以捣蛋哦。好啦。妹妹，回去要记得吃药药哦。好棒啊，爸爸！去跟姐姐说再见。拜拜，拜拜。啊，阿妈，来看健检报告。是啊，阿七成功，你咧无闲，我爱互我找你啦。结果咱嘛是拄到啊，我要来健检中心啦。啊，你甲我带一个，应该顺路吼。顺路啊，这边请。拍摄，再麻烦你啊！多谢，唔免讲，拍摄袂当讲。哦，对对对对。阿妈，哎，阿妈，小轩，你来伫遮？哦，我甲小轩就闹伫食饭啦。伊听讲阿妈要来听报告，马上报告院长。这个囡仔吼，实在足大心的。遮尼麻烦，要创啥？以后唔要安尼啦，免那会麻烦呐。阿妈，你算是阮的贵宾呢。搁再讲，阮爸把这间病院买落来，嘛是希望会当照顾搁较侪朋友啊。王雅慧，你还在这上班哦？是啊。你利用上班时间跟男朋友见面约会，这个歹习惯爱改。柯小萱，目前急诊室人手充足，我是趁空档哦来替阿妈带路的。
对我来讲，来病院的人就是患者，患者有需要我的所在，我就愿意提供服务，请你唔通误会我。好啦好啦，你无用你的，阿妈，来得请，即马各科的主任哦，拢伫咧等你啊。明日针对哦，你的检验报告，一项一项向你说明。邓姐，邓姐，这个时间各科的主任有一部分拢伫咧门诊呢，哎，就会去影响到病人看病的权益。这唔免你管，即马阿妈由我来服务，你也快来哦，留来去应付你的急诊病患就好啊。等你哦，我那愈听愈奇怪，小萱。啊！你陪阿嬷就叫做服务，夜会陪病人就叫做是应付。啊，无什么是安怎？来病院给医生看，就爱看身份，搁咧分大细汉了。哼，小萱是客气，唔才讲伊服务。阿哪，连这你也要误会伊？看一下报告，各科的主任拢爱搞，这跟未收过函了。阿姨，你是袂记啊？阿嬷上讨厌麻烦人呢。那是院长的意思，就不是小萱安排的。阿姨，这卖人真是讨厌特权的啦！万一那是去用电去用检举，代志愈闹愈大，到时阵去害到小萱，安尼就害啊！阿妈，你讲对无？嘿啦，啊大家哪拢无意见，安尼我就照规矩行啦。阿妈，你做就对啊啦，不管是院长、医生，还是护理师，该做啥就做啥。再袂去影响到病院的运作，你做一个真好的示范。小萱，多谢你的照顾啦。那呢，我来健检中心啊。小萱，阿妈面皮薄啦，你唔通见怪。安尼，我阁有代志，我先离开。以后吼，咱较常联络的。好。哇，星星，你买这么好的包包，月底唔免寄钱回去啊？这是病人送夜会，我哪买会起啊？医生刚好我处理的啦。那呢嘛，借我看一下。没用的。哦，有病要紧啦，借我看一下。哎呦，没用的啦。你今天怎么想做啦？是不用做，这应该洗清气吼。我想起来洗洗啦。我给你安排的所在，多了关系吧。好啦，先把身体调养好后，我再跟你联络啊。我就先安尼，我搁要无闲啦。你搁接林工电话哦？是啦。妈，你哪来雄雄公公来我的办公室啊？刚等下志成交女朋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查某囡仔来，这哪有啥物通我讲的？你安尼想就错了。志成带恁阿妈去病院听报告，这查某囡仔缀前缀后，恁阿妈敢若真欢喜的款。伊搁甲小萱大细声，恁阿妈拢无爱管的。我看，这个叫啥？王雅慧，无遐尼简单。伊是一个护理师，厝内底袂闲闲。这间家庭背景应该是袂偌复杂吧？我再讲，阿妈跳秀自成秀慧莲盆，这嘛真正常啊。我看唔是哦，我迄天伫车厂叫自成洗头刀，迄天这查某囡仔佫替伊出头，佫甲我大细声呢。因两个若是要甲做伙吼，我看确实是不简单。那自成救这查某囡仔，阿妈，这查某囡仔要感谢自成，出来化缘着自成伊的家庭背景。查某囡仔人总是想要翻身，当然巴结啦。替伊出头是一个上直接，也是上有效的方式。
妈，董胜公志成伊要起告家人，伊买起一个血统好的斗犬，袂是偷狗啦。偷狗的家人就袂听是无？那是伊也敢家己，我就会甲伊讲，甲做告白。李白，一定有你找我。我也会。有人举报你向别人强讨礼物，敢有这款代志？我绝对无安尼做，是啥物我袂讲啊？人要白讲，嘛得看到乌影才开心。你若是清清白白，要哪会有风声走出来？我上班照规矩，啥物该做，啥物无应该做，我真清楚，无啥物会当互人讲的。会有这种风声，一定是有人挑过要甲我抹黑。院长，请你相信我。你若是清白的，我自然相信你啦。要不你若违反病院的规定，我嘛只敢会当照规定办理。你敢有收到病人送予你的限量名牌包？有还是无？有，是快递送来的。看包装嘛，知影迄是真贵重的物件。你会当咧话收就收，看起来你应该常常咧收别人的礼物吼。代志毋是安尼，我的同事就是讲，迄是阮男朋友送来，毋才会斗相共收落。后来才知影代志毋是安尼。既然知影毋是你的男朋友送的，是毋是应该爱甲物件送去顺丰室啊？啊，毋过拄只一定一定问过啊。顺丰室并无收到任何物件，敢讲星星无甲物件交去顺丰室？无话通讲啊吼！我知影，你是不是打算要甲包包收落来了，偷偷摕去卖啊？哇，迄个包包若是卖掉吼，赚的钱可能超过你一年的薪水，讲你无赚，啥物事呐？我是无赚真侪钱。啊，不过朋友给我的薪水也有够用啊，我也不要这样做。还有，赚多赚少是个人的福报，不是赚少就要让人当作是贼偷。有钱是你的事情，不要把钱当作是看待别人的标准。你职业操守这么坏，说话还敢这么大声？我没做的事情就是没做，我也希望院长清楚我的态度。院长，我在朋友服务很多年了，而且是状况最多的急诊，我每天都很无用的，别说吃饭不正常，连化痰都没时间，一双新鞋要穿无两天就打到乌骂骂。啊，不过我真介意这份头路，为人付出，让我的生命有意义。别人的笑容感谢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我真正无去收人的物件。你讲的这我有听到，啊，不过这的话未当证明什么。是啊，你话讲的这尼啊好听。啊，不过哦，你收别人的礼物是有证据的，不信，你家看。这位，敢是你的同事啊？快笑到这尼啊欢喜，免闹餐厅要甲物件送去顺丰室。王雅慧，这里面安怎解释？包包是你做的歹啊？不是，我真正无收人的物件。哦，所以讲是你的同事害你扣人误会，我若无，请院长叫伊来问好啊。唔免，就算叫伊来，我的讲法也是同款。我无向别人收嘞，我嘛提袂出证据证明啥。啊，不过我的同事拢真清楚我是安怎做人的。好好啊，院长，这两位护理师的行为一定严重，去影响到别人的名声。你是不是应该联络人事部，改两个洗头路？一定，这真正是误会，代志还袂查清楚就甲人开除，安尼敢过会得过？我是院长，我有权利安尼做。等个代志查清楚，再阁决定，还袂晚啊！来就照程序啊！这个代志交我进而去调查。王雅慧，你暂时休假一礼拜，静待调查。院长，假使顺丰室就是无法度证明伊的清白。我会请伊离开，和便衣当员一个警惕。王雅慧，你有啥物话要讲？我无法度接受，啊，不过我尊重便衣的制度。院长，
代志是我引起的，敢会当请你莫追究我当初的责任？会用是，那安尼我无问题啊。多谢一定有用心无所便宜的名声，我先来走。王雅慧，赶紧去找头路。是可你脚手这么无清气，北京病院敢敢用你？假准你当继续留在这吃头路，你要针对我，请你找一个较好的理由。在这间病院内面，所有认识我的人拢知影我袂私底下收人的物件。我就是认识你，才知影你就是会收人物件这款人。过去你抢走我喜欢的查甫人，今麦阁用同款的步数在诱拐叶志成，假有爱心，假热情，你抓住你穿安尼就真正是白衣天使哦。实际上，你只输这吼，只是穿来咧诱拐查甫人的。我真正是目睭青迷。过去甲咱做好朋友，过去的代志是误会，我一定要向你解释的清楚，是你袂给我机会，是你无信任我这个朋友的。你即摆讲啥是借口？你反驳我就是事实。我问你啦，你要继续跟我作对是无？我从来都无要跟你作对。你若无要跟我作对，你就离开叶志成，甲你过去欠我，即摆还我。先生，你一直都唔肯听别人解释啊？代志家己想家己对，只要无顺你，伊就针对别人。他虽然听别人讲话都唔肯，哪能要拄到一个真心对待你的查甫人会真困难？你唔肯是无？这唔是肯，也是唔肯，是你要调整你的观念。开始你认为问题出在别人身躯顶，哪能无采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家世啊？你做坏我的感情，还给我这面假死我？你真正就我讲一套做一套的，给善良，给有爱心。查甫人煞一个抢过一个，恁爸爸妈妈敢知你伫外口安尼？还是安尼甲你教的？你当初已经够过分啊！莫阁讲阮爸妈遐去，那毋是安尼？为甚物可以查甫人你来甲我相处？你看我好欺负嘛？这就是你家教歹，恁爸母无甲你教好，无其他原因啊！你。这是病医。病人拢伫伊只出出入入，请你离开，莫影响到病人养病环境。病院阮家开的，毋是你这个护理师会当要求我的。我甲你讲，毋管你是毋是收病人的礼物，只要你要跟我作对，我就会让你继续留伫这间病院。病院有病院的定数，留伫遮甲你冤，我不如去做更加有意义的代志。这个物件落去啊，跳跳就走了。袂，因为我开了袂消，还感谢天公伯提醒我，我伫看物件时阵，搁看到这张死卡，本来想要摕去蛋雕的粪扫，啊，不过我想想咧，这种垃圾物啊，爱是送予适合的人，所以特别请人加印几张啊，送予你早当去做壁纸，通去提醒你，破坏别人的感情哦，绝对袂好的下场。你安尼做，只是予人感觉你真幼稚，伤害别人，你嘛得袂着你要提的感情。你凊彩就找别人，你唔只会有报应。我甲你讲，你的新娘在你结婚迄天，甲你放生做鱼走，让你的幸福变作一个笑话，这才是你的报应。你老钱就是你的报应，这是病医。我无想要伫遮惹代志，请你住掉。王晚会，这只是拄开始，请你不要离开叶志成。对，那是安尼。真忝呢，我拢袂笑。上班哪有袂忝的呐？你今日去倒位送货啊？
今天我免送回啦，啊，不过我去买一间你上爱啉的珍珠奶茶。来。我顺路搁走来。哎，拜托了，你又去个搁这么水的姑娘啊，要去都拢顺路啦，呀，等。饮料好啉哦，好啉啊！你买倒来嘛好啉。哎呦，感谢你的捧场呢。雅慧啊，做护理师哦，真忝呢。一个人爱顾遐尼济人，顾遐尼济状况啦，嘛着看人的面色。啊，若忝的时阵哦，着较食歹休困一下。厝内底也无啥物代志，当互你操烦的啦。免常常转来，若有代志吼。再跟爸爸讲一声就好，啊！爸，你是听到啥？无啊，哪有听到啥？无你安尼讲。哎呀，我拄只看到你的时阵哦，我就感觉你怪怪的啦。你外查囝呢？咱逐工咧赖来赖去，我看你回声哦，我也知你心情安怎。正经人要甲你在的时阵。你回我的贴图，我们一个爱心，就是讲爱你哦。啊，今仔日了，刚回一个好呢。爸爸知有问题啊，无啥对啊。伫社会吃头路做事的人哦，拢一定有伊苦衷的啦。爸爸是唔知影你发生啥物代志，你若想要讲，你就讲；你若无想要讲吼，就莫讲。像你哩病哦，啊，点了肾啊，忝啊，嘛无要紧。你看伊阿店到三工，你莫看伊阿店无呢？还无闲起来的时阵，我真无闲呢。我怪你啦！你拄才讲啥？风伤头，爸爸听不清楚啦。我讲我爱你，我爱你，有听得到无？有啊有啊，听得足清楚的啊！我也爱你。哎，你讲啊大声叫，你男朋友听到，伊唔知伊食醋未？大声才袂叫我风吹去啊！声叫我风吹去，我紧。我爷爷讲的哦，爸爸的心内拢已经听到啊。代志就是安尼。我阿爸阿母是惊我知影伊要假释啊。这不爱我去面会哦，陈安，啊，恁奈无请阿伯，阿姆甲电话留予你哦。因就是惊会拖累我，那有可能留联络方式给我。那安尼，你也应甲你的电话留予阿伯阿姆啊。后生的电话伫手头，总是较安心嘛。你讲我拢知影，阿姆讲伊一定会拒绝的。留联络，丢牵挂，但是无想好对方牵挂。上好的方式就是等我弟弟。但现在大家离得很远啊，连人在什么所在都不知道，这样就比较没牵挂了。当然也有啊，啊，不过这种牵挂会变成一种祝福，对大家都好。我是感觉不必这样啦，若是有机会我拄到阿伯阿母再跟他们说看看，看他们是不是肯留下来接受我们的照顾。你只好甲阮讲看卖，啊！不过即马上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抓到迄个签名女啦，查清楚阮爸妈和王王的代志，阮家才真正会当一家团圆。家在迄天，我有看到签名女人的面，这就表示连天公伯拢在甲你斗三工嘞。那安尼你有经过啊？我要知影签名女人是做啥物款。好啦好啦，真紧啊！你今天要创啥？是不是怕千面女人会来找我报复？别说不可能，若不是只有你看过伊的面，讲实在，我真正无想要甲你牵拖入来。你敢知影？是安怎拢无人去讲千面女人是做甚款？
因为拢无人敢出卖伊。之前有一个人捌看过伊，啊，不过一甲阮联络了后，马上就失踪啊，到即摆拢无消无息，所以咱一定要说你。那安尼，你就应该赶紧把这个歹人抓起来，袂用让伊阁继续危害社会啊！笑啥啦？普通人听到安尼讲，应该是惊到屁屁臭才对啊！你哪会一点仔拢袂紧张啊？我唔是普通人啊，人我是办案神探杜承恩检察官的未来太太呢。只要是抓歹人的代志，我一定会支持你，因为你会保护我。啊，你雄雄摕我手机要创啥啦？我要甲你的手机做连线定位。安尼不管发生什么代志，我马上就会当找到你啊！你家己嘛要注意啊！若是感觉有啥唔对的所在，马上跟我联络。好啊啦，啊唔紧话，啊话遮尼久，我啥物时阵才会当抓到人啊？好啦好啦，特别好啊！青面女郎真漂亮。啊，我看到的就是做安尼啊。承恩，你慢慢想的，我去买一件物件，等一下就回来啊。嗯。买物件袂记得炸钱哈？不是啦，我跟你讲，有人在跟踪我，你赶紧过来！你现在在倒位？我伫，冲啥啦？不会冲啦！姐姐，你在倒位啊？跟着谁谁跟来？听我讲啦，跟那边。没事没事。小姐，你看要紧。老先生会找到我爸妈，为什么好好替我爸妈出口？想你眼中人，我真正足生气的。我只是要你伫个新车发表会和叶志成闹，你甲会场母听听就好啊。谁叫你大叔大姨，甲应蝶提走？你平时安怎？就准都是我甲你爸的啦，你嘛是大家你家事情。别人无应该管，我只是小可关心一下。想煞看小伟是毋是？我问你，你是毋是有上一个名牌包？有一个叫做王雅慧的护理师。我无唔忙，你甲少峰的事业斗相共，至少你莫扭伊的后脚。你知影为着你，为伊开到一半就走安尼。王小姐伊是我的女朋友，我想要请你甲伊斗相共。莫甲伊讲到遮尔啊高尚，是讲到到老夫人伫遐咧谈情满嘴，甲志成念掉掉。恁这病患，就是这种心态啦。潘小军，莫再废话啊！我替你决定，第一，叫你带你回志成，这一就是你的，你好好考虑。咱是有钱了，安尼样哩？跳没？这两个人，刚才有伫咧治疗面顶看过因的。恁是我的爸爸妈妈，妈，有啥物好惊人知影的？这个社会安尼黑黑暗暗啦，阮就是无爱有人吼有嘴通好讲的啦。家庭向误会的代志，我是当莫提。啊！不过我就是无多教训别人对我妈妈无礼貌，也会伊当免费之类。
咱敢要甲气氛好甲安尼？我是无差也会一句实话啦。一句实话，我替你回。报告。事实甲发表会绑做一走，伊本来就唔对。新车发表会被破坏，不是我个人唔对，找人来破坏新车发表会。苦酒袂解愁，偏偏为你饮红酒，一杯一杯来应付，我又何必来强求？谁知拄着爱情的高手，不敢想，我不敢想。你也会往往是理由，爱你我深，你嘛无感受。不敢想，我不敢想，我是照酒加忧愁，夜夜为你心痛，夜夜忧。两人袂当到永久。请你谅解放开我的手，阮也半沉浮，前路满风雨，用情的人心事谁人负？